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两年之前我们来台湾的时候，我还记得第一次来深圳，参加一下，我就在中间的台后面。那时候我的老师王师傅，他给我们介绍。那时候我们四个人，有我，然后有三位摄影圈的师傅。然后这个礼拜也要，下个礼拜三，对，要离开台湾。那昨天王师傅跟我讲，你明天可不可以赚百万？我说可以。然后今天比赛之前，马师傅在问我，你可不可以说一句话？我说可以。然后如果现在他再问我，你可不可以留下来到明年？我说我不可以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的爱，谢谢你们的照顾，谢谢你们的陪伴。虽然只有很短的时间在这边学习，但是我学过了很多，真的很多。也谢谢我的角色天天他要出去的时候，他每次问我你要不要去，然后我说要，然后你要不要我们去医院，我说要。比赛的时候跟大家说，我第一开始这样的时候说，这个是第一次我跟大家说，那有可能最后一次。但是我希望虽然在短的时间在这边学习，在这边服务，能够让大家快乐，让大家。然后我也希望大家为我祈祷，所以我也能够在这条路可以继续跟着耶稣基督。最后一次谢谢大家。不好的话，请大家原谅。